在这里，我们有祝福朋友们幸福、平安、快乐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在这个特殊的时刻，我们国际教育学院的中外师生欢聚一堂，庆祝这个来之不易的中秋佳节。无论在天涯，无论在海角，今夜有芈月坐镇，无论中国学生，无论留学生。 我们都将扬起离弦的风帆，驶向梦想的彼岸。接下来，请让我向大家介绍莅临会场的各位领导与老师，他们是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房慧老师，好；国际教育学院书记范晓梅老师，国际交流处副处长周林老师。 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刘凤钦老师，国际教育学院张传利老师，国际教育学院陈慧秀老师，国际教育学院周平老师，国际教育学院楚志新老师。 国际教育学院张欣老师，国际教育学院曹艳婷老师。